贝贝今天来到台中大荣西街和大墩十九街口的浮夸系日式料理森川大桥横丁大墩店。森川洞洞在台中有三家店，高雄有一家分店，在 Google 的评价也有四颗星。这里的招牌很日本，整体环境布置得非常像日本的居酒屋。手绘风格图文并茂的菜单分成一般菜单以及一些新推出的隐藏版菜单。菜单里的菜色超多，像是生冻、熟冻、生寿司、熟寿司、生鱼片、沙拉、手卷、各式炸物、汤品一应俱全。然而选择障碍也通常在这个时候出现。炙烧过的比目鱼油脂香实在太逼人，鲑鱼肉质鲜甜软嫩，炙烧后一样香气满满。炙烧牛寿司入口即化的牛肉选用的是1855的牛肉。1855是什么呢？它是美国的牛肉品牌，专挑安格斯牛之中等级最好的肉品，所以品质相当好，品牌也相当有人气。精选炙烧冻吃完很有饱足感。这里的餐点种类很多，口味也都不错，食材新鲜，用料澎湃，餐点的分量都很大，很适合多人一起来用餐，可以吃到更多不同的美食。如果一个人来，可以点一份冻饭，也是很满足。内用座位很多，空间上不会觉得太拥挤。虽然座位数够多，但是生意非常好。假日的时候用餐的客人很多，不过上餐速度以及翻桌率都蛮快的。巅峰时间来用餐，建议事先定位，以免等太久哦。森川洞洞大桥横丁人气日式创意料理是贝贝会推荐给朋友，并且再度光顾的高 CP 值店家。